你现在物价在涨，你的思维。你先把话放正了。对，好，我用手给你压。老师，有人给你打电话了。15秒。是你放正了。4、2、1。5、4、3、2、1。不错，是5、3、2、1。非常棒，非常棒啊，非常棒。 你看都到地了是不是？是不是又进步了一点？是吧？你看，疼是有好处的啊，疼。如果进步，来15秒。哎呦哎呦 ，sorry。 放松一点，再放松，深呼吸。 踢腿去，怎么踢？思雨，来来来，哎，好的，待会数啊，开始数，咋了？不能走路了，拱脚，怎么踢？走，后背不要松。 对，长高啊，踢腿。哎，来帮姐姐压一下她的膝盖。嗯。对，站起来压。啊。OK， 你先帮姐姐压一下膝盖啊，对，好，数。15、14、15、16。好了，不错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不要往右边，你看，你看你屁股，对，放正了，然后，哎，我还没坐啊，数。15、14、15、16。膝盖伸直。 以后脚不要往前伸那么远，以后脚干，以后脚就搭在这里就行了，明白吗？你看我给你调整，你又痛苦了。来，点点，点点，小点点，笑一笑。可以啊。10、9、8、7、6。拱脚。 甜甜不错啊，即使再疼，也不会数快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好数。你数那么快吗？你家中怎么那么快？哇！我以为你不会，怎么踢？ 这边还想再压一轮，前腿踢20腿，后腿踢20腿，踢完靠另一条腿，啊，这个属于给你们活动，还没有撕腿吗？快看，哎，停停，先别说，对，好，数。 好的，好的，不错，好，你过来，好，向你转。5、4、3、2、1。不错啊，不错，非常棒。来，肋骨以下，15、14、12。来，把你膝盖压压。 拿点纸啊，拿点纸把你眼泪擦一下。孙宇轩，请。
怎么没来呀、啊？啊？怎么没来啊？啊？好的，说啊。你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说你以后要加一块砖？不自觉，不自觉加五秒，其他的是什么？老师，你是加哪里的？加前面吧。你看看，你以后，你帮姐姐扶一下她的砖。那这样子不用扶了，已经好了。来，二十秒。好，我就这么重，我怎么可能变轻？我使劲吸气啊！我使劲吸气。掉吧，掉我的垃圾。我轻了吧，我使劲吸气了啊！我都感觉我自己变轻了。Peter 去。你看，现在已经压多了，现在就不痛。说，你十五秒，你想压多少秒？十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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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，对，哎，谁让你往回加秒了？五秒不上，不然我就给你加五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往后退，再往后，再往后，好的，来，我让你数，你再数，啊，十五，停，现在再数，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。前腿踢二十腿，后腿踢二十腿，踢完靠另一条腿，怎么踢？往上踢，踢往上，再往上，再往上，靠顶出来，头往上头，不要夹，不要夹身体，再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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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哎，好的，好，换另一条腿，今天。所有人抱前旁腿啊，一个一个过关，不过关的下课再来自由练习。怎么抱？他不讲，他不讲。踢抱还是膝盘？有些人踢抱，有些人膝盘，不可能。来，拱脚，上下颤十下，准备五。六七八九颤，好，双手不蹬的，怎么踢？右脚踢，好，走，一，走，二，走，顺起来走，一，走，哎，一，我的眼睛，一弯，一，好，走，走，一，走，二，走，拱脚三。走，四，这个发力，五，走，六，走，七，后面再用力，八，再用力，九，走，十，走，十一，再用力踢，十二，踢我的手，十三，好的，再踢，十四，没踢到，走，十五，走，十六，又把人踢，走，好的，再踢一下后面，手伸上去。手往前伸，无名手往前伸，原地手往前伸啊！红脚均匀，半开圈一圈，前腿半开，二十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收紧了，八走，九十，拱脚，好，手放下来，
快踢，不要踢黄腿，只踢前后腿。是做这个腿是个后跨腿的，是吧？
踢完了搬前双腿，搬前腿。我吸，哎，对对，我刚才吸气了。听着吧。十、十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小脸像姐姐一样那么厉害。不想，不想。停，我往这边踢一点，你踢到我，我给你滋一顿，就那边。踢腿呀、啊！哇，看着中等吗？想走了？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的，不错。好的，来，准备踢腿。集体踢啊！我们先勾脚踢，明白吗？先勾右脚，使劲勾啊！来，准备。来，准备。后背绑起来。手怎么叉腰？所以来准备，头看前方，小心点放，收回去，收回去，往里，再用力。你们踢得越高，你们的，你看，假如你踢右腿是不是？好，你看踢直，回去的时候也要直，你不能回去的时候干嘛？弯膝盖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意识没有放在你的膝盖上面。还有，你们踢的时候要把意识再放在哪里？这里，主力腿胯根。你们现在踢的时候，大多数都是，看见没？往里夹，这个要一直往外。一直往外顶这里的胯，知道吗？这样你踢的时候，你才会能人才不会干嘛变矮。如果你夹的时候，人就会变矮，人要一直长高，长在这里踢啊。来准备，重心踩在你的脚掌上，不要放在脚后跟上。来准备。